Hello， 各位 GQ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淑珍。知道今天要拍 GQ， 觉得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拍男性杂志了，而且拍男性杂志的女生有一个要件，就是要性感到不行，然后要美到爆炸，才有办法登上男性杂志的封面，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前一两个月的时候，想说我大概约莫五个月没有运动了，你知道，因为最近都在拍戏，然后心里就很忐忑不安。但是这几天拍戏还是很累，但还是有偷偷的做一下运动，希望各位朋友们包涵这样。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我觉得 GQ 男人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态度。就是你对你自己生活的态度，还有你对你工作的热忱，对生活的充满好奇，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就是 GQ 男人。我觉得男人最性感的时候是他最自在的时候，所以他穿衣服，只要他自己穿得很舒服，他就算是穿个吊嘎啊跟短裤，他很舒服，他就有态度。那样的男人，我觉得我就很喜欢。但是我想要做一个品牌，就是自己设计的东西，然后我可以为自己的品牌代言，然后每一季推出不一样的产品，然后让大众也看到不一样的我，这样。更多精彩的内容，请看7月号 GQ 杂志。